间不长，但是就是工作非常的努力刻苦，就经常就看到他可能从早到晚或者晚上很晚的时候十点多十一点就还在发一些工作的信息，就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真的我觉得他也非常厉害，这几年成长得非常的快，然后整个团队其实也非常的专业，所以我觉得就是跟苏长期合作和保持沟通，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开心。